请掀开经本第四十面啊，四十面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，此等道品，以生灭四谛而修，皆宗教道品。以无生四谛而修，皆通教道品。以无量四谛而修，皆别教道品。以无著四谛而修，皆圆教道品。这是以故天台宗的判教，啊，就是天台宗的讲法。天台大师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论，加以判别为总通别圆四教。这个四教呢，实在是佛在世时阵并无的，而是后来的祖师大德因从世尊一生所说的用心搁在经历。也最早呢，在印度的结集啊，只是将佛所说的记录下来，编作经典，就是编作一个书籍啊，流通，无详细的分类啊。传到中国来以后呢，到隋唐之间。中国这个这大乘佛法宗派形成啊，这拢是伫迄个时阵建立的，也即个各宗各派的祖师大德为着教学方便起见呢，将经典加以分类。由浅而深啊，就那像编这个教科书同款，或者这个经，那多一寡经适合是初学的，多一寡经应当编在高阶层呢，提供修学研究的啊，一个按一般人。军性不同款，内军呢应该对到一寡经典来立，屯军是对到一寡经典来立啊，所以啊就有总统别完这种的判法啊，用这个现代教学的这个意义来讲呢，就有一点啊亲像这个课程标准啊，应该是排第几年级。排伫倒一个学科有即个即个意思滴，一伫佛法内面讲呢，即、這个宗教啊是修行，即、這个宗叫三宗教，就是以佛所讲的经律论这三宗，以即个为教科书。这个修行教啊，这讲阿含是经宗，比那亚是律宗，阿毗达摩是论宗啊，阿毗达摩是论宗啊，这是咱这个中文所翻的经典内面，这个、修行三宗，会使讲是相当的完整。啊，
小型不但传递中国，尤其是传递这泰国、锡兰这些国家啊，锡兰就是现在苏里兰卡啊，因传过去的是用巴利文做写的。巴利文的三宗啊，都、就是小型的三宗。因的经典呢，跟咱的藏经内面，这个小型经典做些比较呢，我也捌听一寡法师甲我讲，只比咱加五十几部，有几千部的经典啊，由此知影咱翻译啊，确实。相当的环境，小圣经在中国唐朝时阵也把行了一个时期，但是时间是无久，以后啊就衰没咯，就无人搁再去研究。小圣经，要咱研究伊个原因呢？第一个，小圣经的翻译，伫文理上来讲呢，不如大圣经。这个诸位去看这个总经就知影啊，翻译个无大圣翻译遐尼好啊，文理遐水呀。这义理的通顺啊，迄个啊，拢是小圣经啊，比袂着的。第二呢，是中国儒家甲道家，这个典籍啊，足以可以代替小圣，所以以后啊，你甲看这个。分门的这个弟子，特别是出家，才是高僧大德。几乎无一个人，唔是伫这个儒道里奠定真好诶这个根基啊。因为这个儒道这个思想啊，确实是真接近大乘，所以咧就以这个。取代了修行佛法，所以修行佛法在中国虽然有这么丰富的典籍啊，无人去学啊，无人去学啊。啊，修行所讲的是生灭四谛啊，完全是对这个思想。来着手，这个大乘佛法通教啊，就是大乘的思考开始。头前啊，以通小乘，后面啊通大乘，后面通别圆，所以啊就甲称作通教啊。实在是大乘的开始呀、啊！别教呢是纯粹的大乘，这里面完全是无小乘的思想，是纯粹的大乘。最后呢，就是讲到圆教咯。圆教是圆融呢。这家真正是究竟，四谛呢，就是苦集灭道。四教啊，拢有苦集灭道，由此怎样？四谛个。三十七道品啊，拢通大小乘，会使讲是一切佛法的
讲谣啊，讲一个上简单的是四地，讲较小较详细一点啊，这是37品，37品就是四地的展开啊，37道品浓缩就变作四地法。啊，四地内面有苦集灭道。头前也有甲诸位讲到，苦集是世间因果，灭道啊是出世间的因果，所以四地的内容是世出世间相等的因果。用现代话来讲呢，就是世出世间一切事理的真相。所以咱伫即地就完全明白了，佛所说的一切法无别项，只是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甲咱说明而已。这个代志，世间人无人会当讲出来。世间虽然有不少的宗教家，对有世间因果，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依然。咱伫真正做宗教内面，甚至伫中国古籍。古人的这个笔记内面，咱看到真正多讲这个因缘果报的这些事实。啊，那讲要推究伊的道理呢，往往就含糊笼统个大过去了。为什么呢？无人会知影的，因此世尊未当无出现伫咱这个世间。咱这个世间既然有一挂人想要明白这些道理，无人啊讲会出来。这个佛者降生来到这个世界，跟咱说明这些事实的真相。所以这件代志，唯独佛法啦，会讲较详尽啦。这是咱未当讲唔知影的。呀，佛呢？虽然详细的说明了，咱读到了，听到了，会相信未？该在乎的教学目的啊，是叫咱家己亲近，唔是讲咱信就好了，信是袂用的，所以佛法修学有四个阶段，叫信、戒、行、证。
这四个阶段，绝对啊，唔是讲只有信啊，这就好了，这袂用的。这是你家己得袂到利益，你信啊以后啊，来了解啊，对我佛所讲的理论方法啊，你拢爱明了，明了了后啊，你爱行啊。你系依照啊，即、这个方法理论去做啊，然后啊，证明你所信的、所解啊，是真实不虚啊。所以证啊，证什么呢？就是用即个实际的行持证明，佛所讲的信解是真的，即、这个唔是假啊。这才叫做真实的教学，并不是讲佛所讲的，咱相信安尼就好了，不是安尼生啊，一定是爱家己亲身去证实。这个宗教内面。讲的这个，这些代志啊，这就是这地讲的生灭四谛啊，生灭是现象，苦集灭道啊，苦呢，这个苦呢，是讲世间的果报。有情众生有生老病死，有情就是咱今仔日讲的动物，一切动物都有生老病死，食物有生住异灭啊，动物有生住坏空啊。哇！一句话讲，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啦、啊，拢是生灭法。既然是生灭法，那都是无常啊。所以啊，这个苦地内面，咱认识伊的真相啊，就是生灭无常。这是苦啊！啊，不但是生老啊、病死，实在讲啊，这个生老病死是一个轮回的相啊，不是讲死了，死了什么都拢无了，迄咱安尼都唔免阁修行咯，啊，死一切拢完咯，这点都是好事啊。事实上呢，死了以后啊。你经常讲啊，过了49天啊，你个生了啊，死啊，下面啊是生啊，永远啊伫咧轮回啊，所以佛弟经常讲啊，生死疲劳啊。在这个六道里面，永远在那边生老病死，无休困的啊，无止境啊，这才是可怕。咱学佛最大的目标，就是希望讲死了以后啊。唔通阁再生咯，就是唔通阁去变生死轮回。哎呀，伫个一般的宗教内面讲的永生啊，但是呢，咱明了永生啊，唔是真呢，只是天上寿命较长一个而已。
只是啊寿命长啊，并不是真正的永生啊。所以这叫三界痛苦啊。这执啊，就是因啊。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？这生死轮回是果报啊。为什么有这个代志呢？因为你起邪作业啊，起邪是迷邪啊。你对有事实真相无明了啊，这是邪啊，迷邪啊。人对有事实真相无明了啊，伊就懵懂。所以就梦想，有梦想有烦恼，梦想烦恼啊，你就未当无做作，有时呢就做业，业内面有善业有恶业，这个业的差别啦，无同。有时呢，就有一个六道的六种的果报。这六种呢，好甲咱讲，顶面三种会使甲称作善道，天、阿修罗、人这三善道。下面三种呢？地狱啦，五鬼的特性叫做三恶道啊，拢是迷邪作业所感到的果报。这个叫做执，呀，由此怎样？这个果报确实是自作自受。要按怎才会超越六道呢？佛教人灭道啊，灭的是什么呢？从三界六道的因啊，给消灭，因无了。过冬年就无了，所以主要知影，这个灭的是灭烦恼、灭梦想，从这个物件甲灭掉啊。所以灭的是出世间的果报啊，灭。也翻作顽疾，也翻作涅槃。涅槃是梵语音译的意思，就是灭。这个还怎样？顽疾吧，疾就是疾灭，顽是圆满，圆满的疾灭了梦想加烦恼，生死轮回。所以这个叫灭，因此修行阿罗汉所证到的，咱就甲叫做涅槃。因为依三界六道的因灭掉了，故当然是无了。有时呢就超越了三界，但是啊，伊这个灭啊，并无究竟。在这个三大类烦恼里面啊，只灭了见思烦恼，也搁有迷失的尘沙无明，这个烦恼伊并无灭咯，所以只是啊超越三界，无明心见性。
啊，咱甲称作小型涅槃。啊，未知样，达到灭地的效果呢？这就得修道。所以道啊，是灭之因啊，灭是道之故啊。道简单来讲呢，就是这地所讲的37道品啊。咱来以这些道品来修学。这些道品展开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无量法门。无量法门里面，咱爱会向你干别，就是选择。选择的标准一定爱依家己的根性，我即句话讲，爱依家己的程度，依家己的即个生活，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眼前咱家己会当具备的一寡条件，你来修学就容易咯。也佛真正多的方法提供予咱做参考，予咱家己啊去选择。也净土的众生，那是讲伊是小乘根性的，也就是过去生中都有这个小乘法修真多，现在也有小乘的习气，小乘的习气是容易看出来的。修行人比较保守，对有这些思想啊，依归啊，看得真重。大乘观性的人呢，比较较开放，重视在心底的清净，对有这个思想上。往往伊未去小节啊，都有这个无真重视。小乘呢，都有这个思想非常的重视。所以现在这个南传小乘的佛法啦，甲中国啊，这个大乘佛法，真正啊明显呢，咱会当看出来。这是修行观性识的，一定是以生灭四谛来修行，这就是属于宗教道品，是宗教人的观性。第二种呢，这是通教，都在讲的，这是大乘的开始。有一类这种观性的人，伊对有修行，也非常的向往啊，也真爱好，对有大乘别丸。也非常的新鲜，
实在讲，这种军性的人是占大多数啊，占大多数。咱今仔日修正土内面，遮大多数是这类军性的人，因为头前通小乘，后面通大乘，甲伊叫做通教。这个军性啊，比头前的人会较明来，换一句话讲，会较聪明。领悟的能力啊，比头前的人会较悬呐。呀，伊所伊的这个苦地啊，这个苦集灭道，就亲像或者经常所讲的。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，无像修行啊，修行啊，执着伫个思想上啊，苦啊，真正苦啊，真正有这个苦的感受啊。但神通教的人啊，伊都有这个苦的感受啊。就会较少，所以是伊会看会开啊，伊会当放会落啊，啊，伊会当随缘啊，所以靠下这个压迫啊，也感受就会较少，就会较轻。啊，这个执呢，也是愈烦愈化。金刚经里讲啊，三心不可得啦、啊。三心是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嘛、啊。这三心不可得啦、啊。咱想看嘛，起心动念，做做一切善恶业吧，拢是念头啊，念头啊不可得啦、哎呀，会做什么业呢？所以，伊都有这个世间法啦，看个确实是比一般的人会较淡嘛。这个都有修学有真大的帮助。道德呢，这是把这经历上讲的，不离法门，甲入地同款是如幻如化。所谓是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。别地呢，也无性别之相啊。因为佛甲咱讲的菩提涅槃。也是如幻如化，也众生，就是念佛的众生啊。如果是这类的根基啊，一定是以通教道品来修学。但是通教道品啊，头前这个宗教道品。拢啊，一定爱有好的老师，确确实实，伊是有修行指点，容易成就。如果那未拄到前知识，迄实在讲，一个通教君性的人，不如宗教。
通告什么呢？上惊的是走火入魔啊！所以走火入魔是老鸡到公会去了，甚至啊，连前恶因果伊都唔相信，这个物件也是愈幻愈化，哪里是真的呢？都有一切因果错解咯，迄麻烦呐、啊、就大咯，并不是讲伊啊真正入了啊这个境界，真正入境界，迄心清如水啊。伊啊生的是真智慧，就惊伊讲家己无这真实的境界，错认了佛法。这啊，这就是所谓是恶出空啊，执着空，这个故事就真大。第三种是别教，别教啊是纯粹大乘，所谓是菩萨法，亦不通宗教。也不通通教，也不通。甲后面呐、啊，有弯教也无共款，所以啊，意思啊，特别称之为别。这内面含着啊，些是无量无尽的法门啊。所以啊，别教讲咯，伊个内容是无量数地，可地啊有无量相，是法界古部是无共款。华严经有数地品。四地品的内容啊，完全是讲别教无量四地。华严是顺大乘菩萨法，但是华严是原教。四地品内面所讲的，是讲别教的这个无量四地。在花园呢，这别个丸也会当融会贯通，因为丸会当啊捏别，别啊未当捏丸，丸教啊会当包括总通别，通通拢包括啊，别教啊未当啊包括丸啊，所以这个无量数地啊。华严经内面啊，讲得非常的详细。古佛啊，无量无边啊，也因缘当然也是无量无边啊。一切众生梦想执着。分别烦恼，各人啊是无同啊，无迄落同款呢。所以，伊这个因啊，也非常非常的复杂。啊，道品呢，就是修行方法，就是佛的经上所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。这个是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啊，所以道品啊也是无量。别地内面所讲的故啊，也就是讲这个菩提涅槃，菩提涅槃啊。也有种种的无共，天台大师甲咱讲的佛教，宗教有佛，
咱称为宗教的佛，通教授到最高也称佛，称通教佛，别教佛，原教佛。虽然拢成佛了，其实在佛的各位境界啊，确实无共款。宗教的佛比阿罗汉位置较悬，但是也不如原教初祖菩萨。初祖菩萨见性了，明心见性，宗教的佛无见性啊。宗教的阿罗汉，这就是修行上观的高位啊！修行阿罗汉所证的、所断的，定有原教其信位的菩萨。也宗教的佛只是八信九信念念，所以无见性。通教的佛也是无见性啊！别教佛定有原教十行第二行为的菩萨，咱知影原教初祖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发心，十祖初行二行，也别教的佛。四十一品无明，只断十二品，并无完全断啊！这个啊，算是见性了。原教的佛是四十一品无明，拢总断尽，所以这个成佛啦，也是无共款啦。这个啊，灭地啊，所讲的这个内容啊，也无同款。啊，修净土的大众呢，那讲是别教根性，多半是以无量寿地离修。这个咱也会使讲是以净宗。是修学大众当中，也是占真大的比例。咱看到真多的念佛人，偏写大乘经论，咱知影伊是别教的根基啊。所以对有一切大乘经论，伊拢会去甲看。这类的修学也都要看伊的根性有来也无来，真正来根修学到一个阶段了，伊会回头。真像咱看历代的祖师因呐。亲像英明延修大师，是对禅宗内面回头的，相当有头前讲的通教的根性，但是伊对大乘佛法涉猎也非常的宽，伊毋是完全的空中啊，这个。这个通教是讲空啊，这个别教是讲有啊，真像莲池王耀大师，
甚至讲印光大师，这是近代的。年轻的时阵，拢是去研究啊，真多大乘佛法。也咱啊用这个标准来甲看咧，伊是别教的根基啊。但是到个晚年咧，伊的根性成熟了，将所有的一切修学的这些法门，全部啊拢下去了，拢放下。专修念佛法门，这一个专呢，就变成完教了。啊，有出怎样完顿根基呀？确确实实，咱的历史上所看到呀，是可以培养的，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养成的。真正觉悟了后啊，唯独念佛往生这个法门是真实的，其他拢无爱咯。为什么呢？绝对无愿意搁伫迄个顶面啊，浪费宝贵的光阴咯。无这个无专修诶，所以这个莲池大师，你看到晚年。以老大人所讲的三宗十二部，和别人去悟啊，不爱去看咯。八万四千行，老有他人行。家己一部阿弥陀经，一声阿弥陀佛，万年都是这个啊。马耶大师马是安尼生啊。印光大师嘛是安尼生啊，所以咧，真正到成熟的时阵咧，必然啊是一门专精。这是咱对历代祖师大德迄个所在所看到的，回头愈近啊，愈难得啊。如今如殊胜，哇！即句话讲，将来你往生的品位也就如悬啦。所以这佛门内面无量无边的典籍啊，是接引初学的，因为初学的根性非常的复杂，是接引啊，真正家己。明白了，了解了，感悟了，所以感悟就是啊，真正知影这个世界苦啊，下定决心要离开六道轮回，这一生当中绝对要求生净土，要见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就是真正感悟了。啊，真正感悟咯，真正感悟啊，也是看得出来。对什么所在看呢？伊迄个模样一定是一感觉暗，一句好好，都一句好好以外，伊一切拢放下了，拢下去了，这是真正感悟咯。第四种是原教，原教所讲的三地圆融、圆修、圆净。伊看这个四地法是无作四地，这个教到圆满了，真梦一如啊。
性相不离啊，这是心地真正清净咯。诸性不遮智慧现前咯，你看到这个无著人生，甲别人看呀，确实啦，无共款。所以是诸法实相啊，伊看到了，一切诸法的真实相看到了。心经内面甲人讲，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行心不遮波罗蜜多时，啊，这个行就是用啊。那那现在啊，讲是用啊，住宿台林家不用什么呢？用最深的智慧，最大的智慧，这个心不遮波罗蜜啦，都是心深的智慧，观察。有着人生，伊看到五蕴皆空，这个世间一切万事万象，拢是五蕴组合的。五蕴皆空，都是万法皆空。空是讲性，因讲经讲空是性，色讲是相，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性相一如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是离殊不离啊，你看了真相啊。这是都爱真大的智慧，就看到了。梵高的人也看到了。集地呢？烦恼都是菩提啊！生死都是涅槃啊！生死个涅槃是一，唔是二。咱凡夫看的是生死，梵高菩萨看的是涅槃呐。也都是凡夫看的是生灭，梵高菩萨目睭内底看的是不生不灭，无生灭啊。啊，咱看到是有生有灭，伊看到的真相啊，不生不灭，这是什么款代志呢？伊都无看错啊！现在啊，咱科学啊，相当的发达。对于佛经内面所讲的这些境界，有某一寡部分确实提出了真好的证明。科学家讲的啊，物质不灭啦，咱这个身体是物质啊，死了是不是灭咯？不灭啦，物质不灭。精神也不灭啦，不灭啦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涅槃的意思啊。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啦。所以，梵高的菩萨看一切法、一切现象，缘住缘散啦。所以，这个大乘佛法非常重视。延伸
一切法是因缘生的啊，缘主就有啊，缘散啊就灭了。实际上，缘主也是无啊，也不生啊，缘散也会灭啦、啊。这种事实真相啊，看出来了。咱凡夫着相啊，唔知讲伊内底有道理。比如讲，按这本书，书是啥物？真侪张的纸组织伫这地定做一本啊，咱个叫做书。啊，这是真侪纸组织这地书的相啊，现前了。啊，咱若该拆开咧，一张一张分散，主就无了，哎，主灭了，其实无灭啦。注意对这个比如你去体会，主起来有主无？主起来主无生啊。该啊拆散呢，主也无失去啊。现象啊，不过是缘主缘散而已啊。那会讲伫即地执着即个相呢？执着什么？执着迄个主的相啊！执着即个生灭相，即、這个执着啊是错误的，这叫做妄想执着啊是错误的。所有一切法拢是无生灭啊！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到大，讲到世界。世界有生灭无？无生灭啦，叫一合相啊。合是组合啊，组合啊。意思就是咱今仔日讲的啊，基本的物质。这个我也阁未晓人讲，唔知道叫原子啊，是叫做粒子，是叫做什么？现在科学家所讲的，佛经上的名词啊。叫微尘啊，啊，佛经上的名词啊，啊，是微尘集住的啊，是一个基本的物质啊，组合组成的这个这款的世界，组起来现这个相，散开来就无这个相了。正伫咧做诶时阵，也无即个相啊。散开来诶时阵，即、這个相哪会再讲相有生灭咧？即、這个是这是事实啦、啊。咱详细啊去体会，当明白归分，然后啊，对于一切事相咧。咱就袂去执着咯，知影讲这个现象实在是无生灭，相无生灭，咱的精神心性啊无生灭。真正呐，达到亲像大菩萨因这个境界。所谓神通示现，亲像《普门品》内面讲的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啊，应伊什么身得多，伊就现什么身。伊是按怎会现身？因为伊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完全了解，完全明白了，明白了后啊，你就会控制宇宙啊。也你就会得大自在咯，所以讲控制环境啊，可以随心所欲的造成这个现象，也无用这个现象呢，伊立刻就分散咯，缘就散去咯，所以缘聚缘散呐。伊会当自在的控制，这就叫心通变化。这心通变化的这个道理啊，就伫这地。
咱想看卖，这个道理是讲会通的啊。对于这个心通变化这代志咧，咱就会相信咯。为什么伊有理呀？理想啊，讲会通。现在科学上的名词叫零甲质的互相转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质呢，就是物质啊。所以能量啊，会当变成物质，物质会当变成能量。能量是空啊，物质是有啊。空会当变成有啊，有也会当变成空啊，空有不离啊。但是科学家今天你所讲的啊，这个啊，零跟质啊是一件大事。这个零是啊，质之零啊。质是零之质，这是科学发现了。要有一个这个啊，科学还没发现呢，还没讲到的，这是跟你讲物质啊，色这是空，空这是色，讲物质啊，无讲到精神啊，那个心灵超过了这灵啊，为什么菩萨心通功大啊，变化自在呢？是用心灵来操纵这灵。咱今仔日虽然啊，知影这个原理，唔知影要安怎变呢？变化的原理伫倒位呢？是心灵啊。所以深深的禅定当中会当得神通啊。深深的禅定是什么呢？禅定是心灵啊。心灵啊，就会当支配之灵，会当随心所欲的变化之灵。真遗憾，科学家无学佛啦。若是讲学佛，可能这个科学也会过得慧明尽啦。哦，一切不可思议，未当做到的，拢总会当变现出来，拢做会到啊。所以今仔日科学家也是伫这个智能的范围，未当去突破到心灵。也讲到道呢，伊是偏邪界中正啊。无道可修，修理不修，无修理修。灭地生死这粒盘，无经理经啊，经理无经啊。正宗学人里面，那讲是原教的根性，伊会偏在无助树地，这就是原教道品。由此知影，净土宗总通别圆，这是代表各种啊无同的根性。
各种无同的展出啊，拢总拢包括了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法门无比的广大啊，完修啊，圆满的包括所有一切法门。咱看下面，众道品名半利法门，净土作勤事不必用，为小众成善者或占用之。这个半利法门是比如半就是无圆满啊，宗教啊并无圆满，像头前所讲的只断见思，这个尘沙无明啊拢无断啊，所以啊伊唔是一个圆满的法门。净土呢，本来啊无五族，咱娑婆世界才有五族的现象。西方净土即使反省动机土内面也无五族之相。这个族的标准啊，是用咱这个世界来讲的。所以呢，净土族轻啊，这个五族现象，反省动机土五族现象非常非常的轻微啊，所以事不必用。在这个四种道品内底，会使啊，唔免用意啊。为小众成色者，或占用之，这是迄个小行观性的人发心。念佛求生净土啊，无明的现地色会使啊用这个迎合伊的根性，因为伊看到灵性欢喜心啊，暂时啊小加用一下啊。如果唔是小行根性的，换一句话讲，会使啊唔免。用这个方法啊，唔免用这个方法。通道品明大乘初门，三乘共品同居净土都说之。这个通教呢，三乘啊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拢爱修学的，可见呢，伊是一个普通的个庭，是一个共修的科目啊，共修的科目，普通的个庭，同居净土的众生，时代也往生去的啊。也都是讲，咱的见思烦恼无端啊，只是念佛的功夫得力，将烦恼伏诸，但用心。因此，这个通道品啊，有修学的必要。会帮助咱了解这些理论和方法。别道品明道菩萨法，动机方便净土都说之。换一句话讲呢，
大乘菩萨法，就不是三乘共修。头前通道品是共同的科目，这个啊是专修的，不是共同科目咯。动机土的菩萨，方便土的菩萨，因有有因专门的专修的这个学科，专修的学科。但是呢，是不重要土，上集公土里面呢，无需要咯。也无需要这个别道品呢，那是原教道品里面这古著，原道品就是原教道品，明无相佛法，有立根者，无数净土皆得闻也。大乘经论里面常讲的，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所以佛说法的音声叫做圆音，圆满之音。这四种无共根性的人，当时听佛说法，修行人得修行利益，大乘人得大乘利益，别教人得别教利益，原教人得原教利益。这个实在讲，咱是会当体会啊。为什么呢？在咱学校教学当中，老师徛伫台顶上课，下面几十个学生伫咧听讲，学生各个学生的另外也无同款。有一挂学生，根性弱的完全未当领悟，有一寡会领悟一半呀，有一寡是会透彻领悟，就甲即地讲个是共一个道理啊。不过呢，佛法内面讲个啊，比咱啊即个搁较深、搁较宽都对咯，所以咱看到那像真神奇的款式。其实啊，不难了解啊。这个圆道品呢、啊，是无相佛法，四种净土是讲动机土、方便土、十宝土、十功净土。无论伫倒一套，拢会当听到，这是说明西方净土四套圆融。一切经论常常赞叹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为着这条，因为一切诸佛也拢有四土，但是四土不圆融啊。比如讲，圆道品只有的是宝土甲十功土会当听到。
这是讲他方世界在西方世界宣告君生的人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凡圣同居土，伊听佛菩萨讲经说法，讲的也都是无上佛法，就听到宣告的道品，这是啊，他方世界所无的啊。这迦牟尼佛在咱这个所在，也把讲过宣告的道品，大家所知影的《华严经》啊，《华严经》在什么所在讲呢？释迦牟尼佛初行佛道，在菩提树下讲的啊。初行佛道啊，偌济时间呢？有两个讲法，一个讲是二七日中，一个讲是三七日中。二七是十四天，三七是二十一天，有这两种的讲法。为多一寡人讲的呢？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师所讲的，咱世间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迄个菩提树下抱着一挂草，在迄个所在咧打坐，咱看到的是咧叮当都无叮当，啥人知影讲释迦牟尼佛伫咧定中讲《华严经》啊？老烈非凡啊，你看《华严经》偌老烈的啊，咱凡夫是拢看不着啊，哪会当去参加法会呢？这就是讲四土无做会啊，佛光大方讲好《华严经》，咱自己地众生无分啊，无听到啊。现在啊，华严经对对来呢，所以现在有真侪人唔承认华严经是佛说的，不但唔承认这个华严是佛说的，一切大乘啊拢唔承认，所谓大乘啊非佛说，这什么人讲的？小圣人讲的。小圣人执着在这个思想上啊。咱今仔日的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后啊，六百年，龙树菩萨在龙宫内面。出地咧，咱讲龙宫啊，现在人讲无啊，为什么呢？咱现在尖水厅几乎连南北极下面拢去过，无发现龙宫啊。月亮内面有月宫啊，有宫殿，有嫦娥，现在登陆月球也无去看到。到底有无呢？甲注意讲啊，是真正有，咱凡夫看袂到啊。唔免讲是佛菩萨的境界，咱看袂到。现在啊，有真正侪人相信，连外国人拢相信，这个世界上有鬼，这是真侪外国人拢相信的。咱中国人讲鬼讲上多，凡是有人住的所在都有鬼在住，人鬼十居啊，大作伙啊，人啊看袂到鬼，鬼啊看袂到人，人袂妨害鬼啊，鬼啊袂妨害人，
可能咱人的厝啊，甲贵的厝是就做伙啊，两个厝是顶塔，顶塔的咱的墙啊，袂当动贵，贵的墙啊，袂当动人。咱看到贵啊，穿墙离家，贵的厝也看到咱啊，人穿墙离家啊。这哪要用现代话来解释呢？咱的啊，空间啊，无同款。咱是啊，生活伫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内面，因可能是五度、六度啊，所以就看袂到咯。空间是无限的度数啊。所以菩萨看不到佛，佛会看到菩萨咯。菩萨若要跟佛见面啦，一定要现做菩萨才会见面啦。佛看到咱，但是佛要跟咱往来，佛一定要变做人，降生在咱这个世间，就像释迦牟尼佛同款，示现在人道，才会当跟人斗阵。实现精神啊，甲精神都做阵；实现五鬼啊，甲五鬼都做伙啊。这叫做水雷化心呐、啊！因为什么心得多，就实现什么心啊。所以高站处的人有这能力接触下面，下面啊无能力接触高站处的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个耶稣的书信啊，讲伊迄地啊是树土蜿蜒啊，佛说话会更加显卡咯。下面啊经文讲啊真清楚，下面这个经文啊，佛会当变现六顶说法。变现才会交错啊，迄也叫幽情啊，变化所作的一切环境啊，乃至流水的声音、风秋的这个声音、风吹的秋啊的声音嘛，拢种拢说法啊，拢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呢，咱大乘经典读多了，渐渐会去体会，会明白，确确实实是有道理。有理当然就有事。咱今仔日这个科技的发明，那是要甲五十年前的人。一百年前的人讲呢，因拢讲这是神话啊，哪有可能啊？同款的这个道理，咱今仔日看佛菩萨境界神奇莫测，实在讲都是一百年前看咱今仔这世界的神奇莫测。真正是不可思议啊！这个总理言之，这四种净土里面，凡圣同居土里面，四教拢有啊。正像咱现在，咱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，梵高的经典、别高的经典，咱拢总拢有啊。这个梵高经典，这是梁师菩萨对梁中内面提出来，
龙宫内面啊，伊老大人所看到的大丰功夫华严经，迄、那个分量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二是佛的十四天，或者讲较长一点啊，是二十一天完成的，不可思议啊！迄、那个分量，如果提来咱这个地球上来的，地球是无办法容纳啊！你就知道有偌济啊！大本呢？大本啊，太济咯！个中本呢？中本也个嫌济咯，则个下本啊！下本是虾米呢？下本定位是提要啊！亲像咱中国最大的一部宗师四库全书，太大咯！但四库全书有一个提要，就是每一本书，伊的这个书的题目、著作的人内容是啥物，有一个提要。这个提要咧，这你教的精中本啦、啊，有五本啦、啊，提要啊，咱今仔日这个华严经。就是龙树菩萨对龙宫里面带出来是华严经的提要，传到中国，中国所翻译的华严经只有伊原文的二分之一，一半，所以咱家称作六本华严。伊唔是下本啊，龙树菩萨大登来是下本啊，下本有偌多呢？有十万句啊！啊，印度人算这个字啊，无亲像咱中国，中国是算字数啊。这本字偌多字，用这个来算法，印度人算这个句啊，四句啊叫做一首偈，唔管啊，当地四句叫一首偈。华严经有偌侪句呢？有偌侪句呢？有十万句，十万句换一句话讲，四十万句啊！算这个句啊，有四十万句，这么大的经典啊！咱今仔日中文翻译的只有原文的二分之一，所以啊，称作六本啊。这是梵高经典，要知影讲伊的来处。注意啦，想要知影详细咧，看龙树菩萨的传记，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！咱佛教内面的一位祖师大德，大乘佛法拢是伊传落来，所以大乘啊八宗派拢认伊做祖师。伊是大乘八宗共同的祖师，八宗共祖。方便土内面有别教、有原教，这个宗教、通教无。十宝庄严土只有原教，上集公土啊，这是。圆满的心性啊，这个够唔够啊，拢讲袂到咯。啊，这个时间够了，咱就讲到这地啊。